湾区置业站助你轻松置业，我是雪文啊。今日咧就过嚟珠海嘅市区南湾，咁我身后呢度咧就系南湾首富啦。咁呢一度咧，其实佢咧就系正宗大旺噶、哦，最特别咧佢有一个岭南风格嘅乐园区。不过我哋一路行一路讲啊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入到嚟南湾首富呢个乐园啦。咁一入到嚟咧，哇，你可以睇到好舒服嘅中式嘅乐园景啦。咁同埋咧，亦都好有岭南风格，所以入到嚟咧个感觉咧已经系好舒服噶啦。咁而呢一个楼盘咧，我哋讲翻个交通先啦。咁其实咧，佢个地理位置咧相当优越噶、哦。喺东边咧，其实咧我哋去到人工岛咧，只系需要13分钟噶咋。咁而去南面啦，啊呢一边咧就可以去到十字门啦，同埋横琴嘅。西边嗰边咧，咁其实咧就可以去到学州新区啦。咁而北边咧，亦都可以去到中山嘅。所以个地理位置咧相当之优越。咁而楼盘咧，佢仲有别墅区噶、哦，咁啊分上下叠嘅。而叠墅区呢一个位置咧，其实就会最近将军山啦，同埋水库嘅吓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嚟到佢哋嘅下叠啦。咁下叠呢度咧就187平，咁但系佢实用嘅面积咧去到成600平噶，差唔多700平添噶。我哋一齐入去睇下。咁入到嚟呢个花园啦，其实咧已经有成200几平噶，呢200几平咧仲系全赠送噶。咁我哋睇下呢边啦，其实咧喺个花园度咧已经做可以做一个咁靓嘅水景啦。咁经过水景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种自己中意嘅植物啦，同埋呢度咧有一个大鱼池，中意养鱼嘅朋友咧呢度就啱晒啦。唔止咁少噶，呢个花园咧佢系双花园嚟噶，喺呢一边咧设计师咧就将佢打造咗一个茶室，我哋一齐过嚟睇下。咁我哋咧可以喺自己嘅私家茶室啦，吓咁啊，叹住茶，饮住茶，欣赏自己嘅花园嘅园景，系咪好写意呢？我哋而家一齐入去睇下你嘅别墅啊！呢个别墅咧一共有4层噶，咁我哋睇翻一楼啦，一楼呢度咧一入到嚟咧就系客厅啦、饭厅啦，同埋厨房一字型嘅，成个开间咧有成11米嘅。咁我见到啦，个饭厅都相当充足啦。咁同埋个厨房咧就做咗开放式厨房，呢度企10个8个一齐煮饭都冇问题噶。中间咧仲可以做多个倒型台。咁一楼呢边咧仲有一间长者房喎，有咩方便呢？就是长者咧佢唔需要上落楼梯噶啦，其实喺呢一层咧已经可以生活同埋喺呢边休息噶。咁所以呢个长者房咧，其实咧佢都有埋一个洗手间噶，最紧要咧最特别咧仲有个私家花园噶，我哋一齐过嚟睇下。嗱，首先咧长者咧佢有一个私家嘅洗手间啦，咁我哋一齐过嚟睇下间长者房啦。呢一间房咧，哇！我哋可以见到咧呢个 L 型嘅观景窗咧，其实呢间房咧嘅采光度非常之高啊。咁同埋咧，我哋可以见到室内嘅空间咧非常之充足噶、啊。你见到一张超大嘅双人床啦，左右床头柜，仲有一个非常之高身嘅衣柜噶、啊。咁除此之外咧，呢、这个房间咧非常之多空间噶，因为除咗室内之外咧，仲有室外呢个私家花园咧都系你自己噶。所以呢位长者好开心啊，中意种唔同嘅花草树木啦，吓咁自己可以选择画画啊，吓呢度真系好诗情画意，亦都系你自己专门嘅地方嚟噶。咁我哋而家一齐落负一楼度睇下。咁我哋而家出到嚟负一楼啦。咁啊负一楼咧呢边咧佢就打造咗一个休闲区啦、饭厅啦，同埋一个超级大嘅客厅喎，再有一个。咁入到嚟呢边咧，哇！你睇下呢个一个系大型嘅会客厅嚟噶吓。呢、这個宴會廳啊，咁呢邊咧，你見到咧一個非常之長嘅餐桌，10人餐桌，就好似我哋而家睇緊家族榮耀，大家族啱曬。咁當然除咗大家族之外咧，朋友嚟到咧呢邊咧宴會朋友咧都好方便喎、啊，亦都係好大嘅空間。其實20-30个朋友咧過到嚟一齊傾下偈、飲下嘢，完全冇問題啊！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呢、这、一個咧就真係豪宅級嘅享受啦。咁另外呢個環境咧，你除咗可以做一個宴會廳之外啦，咁亦都可以做私人嘅影院啦、球場啦、乒乓波場啦，甚至一啲健身室啊，都可以噶。咁我哋過另一邊睇下。咁其實咧呢個別墅咧，咁自己咧帶兩個產權車位噶喎。咁喺負一樓呢度，自己嘅大門行出去咧，就係你嘅車庫啦。泊低架車，即刻就可以翻屋企啦，係咪好方便呢？咁跟住咧，我哋去一樓同埋負一樓中間嘅架空層啦，因為佢樓高咧差唔多成6米咁高喎，咁所以咧呢度咧中間咧可以另外起多個架空層，做嗰個走教噶。咁呢個架空層咧，我哋咧就設計師咧就做嗰個走教啦，你做一個琴室啊，或者一個圖書館都可以噶。
或者一個雪卡房。嗱，呢度咧就擺曬唔同嘅酒啦，嚇。咁啊，隨便幾位坐喺度嘆下酒，揀支酒飲啦。咁而因為呢個係架空層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可以喺呢一個位置咧睇翻自己嘅宴會室啦，嚇，同埋飯廳嘅，可以睇到咧，哇，望落去咧非常之大氣，亦都可以見到個空間咧其實相當之闊落噶。咁啊，所以真係其實招呼親朋戚友啊，甚至自己咧得閒落嚟 relax 下咧，都好好舒服噶。咁跟住我哋上去睇房間啦，上二樓。咁我哋二樓出到嚟啦，咁喺我右手邊呢邊咧就係主人房啦。呢個主人房咧超級大啊，因為呢一邊咧首先我入嚟咧有衣帽間啦，嚇自己衣帽間。跟住咧呢邊咧有個洗手間，我呢個洗手間咧有呢個雙洗手盆設計啦，非常之闊落大啊。咁仲有咧呢邊咧有個浴缸，亦都有企缸位置嘅。咁所以呢度咧個空間咧係非常之充足噶，得閒享受下牛奶浴啦，非常之舒服啊。非常之正，咁跟住咧，我哋都去睇翻佢個室內空間啦。我哋可以見到咧，呢度咧佢就做咗一張 king size 嘅雙人床，仲有左右床頭櫃啦。咁同埋呢個主人房咧個採光度非常之高嘅喎，因為佢自己出邊咧亦都有自己嘅陽台噶。我哋出嚟睇下，哇！呢、這個陽台咧其實好長噶，有成十米噶。睇下，即係就算喺度跑步已經可以啦。咁亦都可以得閒出嚟望下樂園景啦，亦都望翻自己個花園。同埋可以見到咧，佢空間闊落咧非常之大噶。你見到呢邊有個櫃啊，亦都有個床尾架。跟住啦，另外兩邊咧仲有兩間房噶喎嚇。咁啊，可以一個係男嘅，一個係女嘅設計。而家就咁首先我哋過嚟呢邊先啦。男士客房嘅設計咧，佢就做咗書台啦，一個大櫃喺度嚇。咁全部房咧，佢都係套間嚟嘅喎，所以自帶一個自己嘅洗手間啦嚇。咁同埋咧，你見到啦，亦都係一張雙人床。咁佢咧就同頭先個主人房個陽台咧係通嘅，咁所以呢邊咧個採光度咧都非常之高噶。跟住我哋睇埋對面嗰間房啦。咁呢間客房咧，亦都係有套間嘅喎，咁大家咧都非常之方便嘅。我哋可以睇下，無論沖涼啊嚇嚇，譬如刷牙洗面啊，都可以自己擁有一個洗手間。咁同埋呢個女嘅客房咧，可以睇到啦，哇，擺張梳妝台，一啲好靚嘅飾物櫃啊，全部都可以自己收納曬啊。咁而呢一邊咧，亦都係啦，佢係望翻內園景觀嘅嚇。咁同埋你可以見到房間嘅空間咧，係相當充足噶。咁呢一個咁舒適、咁豪華嘅疊睡啦，咁其實佢嘅總價咧就大概係1000萬起嘅。咁如果大家想有興趣了解多啲啊，想攞啲資料參考一下嘅，即刻聯絡我說文啦。咁同埋而家我哋香港同埋澳門嘅朋友咧，嚟呢邊咧買樓咧都可以做到15% 嘅首期低首付按揭嘅喎。咁所以基本上擁有呢套別墅咧，80多萬嘅首期，跟住月供咧就可以噶啦。咁今集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，下集見。拜拜。